疼痛对于生存是必须的，目的是在于保护大脑认为我们身体受到威胁的部分，从而作出一些相应的行为去防止或者避免身体进一步受到伤害。例如在我们的手掂到热水的时候，我们会即刻缩开，但是呢过度的痛楚呢其实是可以相当之影响我们的生活质素的。这个时候呢止痛药就可以帮到我们了。但是止痛药有这么多种，我们又听到会有伤肝、伤胃、上瘾的，究竟它是好是坏，我们又怎样选择呢？尤在师啊，我想请教，因为成日都觉得不舒服，所以呢就看医生，医生呢又成日揸住那些扑热息痛给我，那姑娘呢又说可以止痛又可以退烧，所以究竟它真正的用途是怎样呢？等我看看先。其实姑娘是说得啱的，扑热息痛是又有退烧亦都有止痛的作用，咁就好似佢个名咁样啦，可以扑热同埋息痛嘅。咁呢个唔知会唔会伤胃？因为我个胃又唔好，所以咧每一次就食半粒。放心啦，扑热息痛咧系唔会伤胃嘅，但系要留意翻佢嘅剂量。扑热息痛咧系每一粒500毫克啦。咁喺对于一般成年人嚟讲咧，佢哋每4至6小时咧就可以食1至2粒嘅扑热息痛嘅，但系喺24小时之内咧，最多只可以食8粒。咁但系咧，由于唔少嘅长者咧，佢哋都系超轻啦，或者因为随住佢哋更加年长咧，肝功能就会冇咁好嘅，所以咧佢哋食扑热息痛咧就只可以系喺24小时之内食少于8粒嘅。至于你头先提到讲会伤胃嘅止痛药咧，其实系属于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。咁例如有布洛芬啦，同埋阿司匹林咁样，佢哋咧除咗可以退烧啦，同埋止痛之外咧，其实亦都有消炎嘅作用嘅。咁但系要留意翻咧，就系佢可能咧就系会可以破坏到胃的新陈代谢机制，造成胃出血啦或者胃溃疡的情况的。所以我们呢就经常要强调患者呢要饱肚服用这一类的药物，或者呢医生有时候呢都会即是看患者的情况，开一些胃酸分抑制分泌药去保护胃的。咁就放心啦。如果以后再痛呢，就安心用扑热息痛咪得咯。咁其实呢个都要视乎翻病人本身痛症嘅类型啦，同埋佢个人对药物嘅反应嘅。咁扑热息痛呢，其实对于一般嘅轻微至到中等程度嘅痛症，例如系头痛呢，都系好有效嘅。咁而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呢，就是对一些炎症所引起的痛症，例如是牙痛或者经痛呢，就是比较有效的。另外也有一类止痛药啦，叫做阿片类止痛药，就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吗啡那样，它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强的止痛药的，是常用于手术前后啦或者严重受伤所引起的痛症的。既然有强劲的止痛药，那我们一开始就用这个止痛药就可以了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。阿片类止痛药呢，除了它的药性比较强，其实它的副作用也都相对比较多的，例如是头晕、眼瞓、昏睡、便秘、呼吸抑制等等。而長期咁樣服用呢一類嘅藥物咧，係更加有機會可以引致藥物依賴嘅。意思咧就係當你停服呢只藥物之後咧，就會可能因為咁而感到唔舒服嘅。所以聽你咁樣講嚟咧，真係嗰啲副作用真係太多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唯有避免
盡量少用這個藥，那就唯有多些忍受那些痛。你說得很對啊，其實我們是不應該依賴藥物的。咁有啲人咧都係寧願忍住天崩地裂嘅痛楚咧，都唔服用止痛藥，為嘅咧就係驚佢嘅副作用同埋會上癮。咁但係其實過度嘅痛楚咧係可以相當咁樣影響我哋嘅生活質素嘅喎。咁其實咧，只要依照指示嘅話，適當咁樣用止痛藥去處理常見嘅痛症咧，其實係十分之安全嘅。另外咧，都要注意翻，我哋除咗用藥去控制痛楚之餘咧，亦都唔可以忽視痛症嘅源頭嘅，因為咁樣先至可以根治到問題嘅本身噶。就正如譬如你有牙痛，係因為蛀牙引起嘅，你總唔能夠食住止痛藥而唔去處理咗嗰隻蛀牙噶嘛，係咪？啊，我明白了。總之應用則用，如果真的處理不到的，我們就要請教醫生了。最後我要提一提大家，很多傷風感冒的產品，例如傷風熱飲，其實都是含有撲熱息痛這種成分的。如果我們一不留神的時候重複使用，就很可能會導致用藥過量，那就可以變得非常之危險嘅，所以我哋喺購買任何嘅藥品之前咧，都應該要細心咁樣閱讀佢嘅包裝，咁樣對長期病患者係更加之重要㗎。